我真的有去甄选。你有去甄选 APP？ 我曾经是准三期生。啊！这是大新闻哎！发现一个才女。啊！好好听哦！你等一下要表演吉他吗？对。你在唱 Rise Up 的，对，因为抒情版的 Rise Up。对啊，这是自己编的吗？对，这是我自己曲，自己曲样你们的歌，然后对前面编曲跟后面的编排是我自己用 Fingerstyle。他看起来有点像混血，没有，没有，有人说很像吗？很多人，你看，真的，我觉得他有点像混血了。还是他有原住民血统？也没有，也没有，没有，他就是一个台湾人，台湾人，正统台湾人，四分之一的客家人算吗？那也可以啦，哈嘎丁，哈嘎丁 ，OK。对，我阿公好像是。一切真的是越来越多才多艺，对，就是我觉得类型很不同，对啊，大家都厉害。那我不打扰你练习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姐姐，姐姐融化了，我是姐姐啊，我说融化了。这位朋友看起来很行，你干嘛这样说人家？对自己的表演很有放空，对，哎，要进入那个空灵的境界，不要想太多。哎，要先自我介绍吧。我懂，你好，我叫五号张馨予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次25个人里有三个馨予，馨予，馨予一堆馨予，我是馨予一号，馨予一号，第一个馨予，我是第一个馨予。OK， 但你们字不太一样，对，念都不一样。那这次有带什么比较特别表演？有特别准备什么？有特别准备，有特别准备橘色的眼线。我要看，看，很厉害，有吗？有他的衣服有搭哎，有吗？有搭吗？你整体很棒，里面还有小秘密，好吗 ？OK， 大家等下看就知道了。请锁定幺点的直播。OK， 他很综艺。什么？人家很会做节目，好吗？你这样说，没有你综艺啊？对，哎，哦哟，已经可以跟你那个呛你了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 pick 又 pick 又 pick 加一，对 ，pick 加一，好 ，OK， 好，加油加油，放空放空放空放起来，好。我来看那边有个那个四号朋友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？还可以。你刚刚这个 rap 对不对？对，对我有印象深刻 rap。你突然，我之前突变，然后突然 rap。看过你啊？真的吗？但是在哪里？你是看到他姐？不是，确定是我？不是你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公演的彩排，我去，因为我真的有去甄选。你要去甄选 APP？ 我曾经是准三期生。啊！这是大新闻哎！我明天会去看演唱会。啊，对，明天4周年演唱会，哇！你为什么不去？这次不能碰。好，没事，保护他，保护他，保护他，没事。都是一家人，对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关系，选择你所爱，爱你所选。对，不要后悔，没错，对，不要后悔，不要后悔，努力就好。但我觉得你的选择蛮正确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和服的朋友，他就是长了一个高脸，但跟我差不多。对，我的高脸，可爱。你鞋子特别垫吗？有，我垫一点。我跟你说，进入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鞋垫。我已经买好了，已经买好，很好很好，就有所准备。鞋垫非常重要，还有丝袜也很重要，这两个秘密法宝真的。而且呢，就是我跟你说，里面160几公分的也在垫鞋垫，所以就算我们垫了5公分，他们也垫5公分，所以一样还是一样，对，大家都还是一样，所以就没救了这样子。还是不要垫，还是不要垫。特别选和服呢？因为我那首歌是比较日系嘛，日文歌，对，日文歌。你很认真，我觉得衣服超好看哎，就是准备我要去改，原本超长的，难怪我就觉得有量身定做的感觉。对，我把它改短，然后改成一片式，就是头比较宽。他是不是有跟另外一位选那个参赛者撞歌？对对，刚好前一个。对，阿颖也很紧张吗？应该蛮紧张。我很紧张，没事。我现在也很紧张。传授给他一些那个不要紧张的，不要紧张，我觉得就放空吧。我觉得你到这个真的，你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就想，反正就已经不是你能够决定的、啊，对对啊，你该做的都做，对对对啊，该做的都做，就没就随他去嘛。那你给我一点，打一下，有给我这样有用吗？有。为什么他要打他、欸？哎，懂 M 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用力的时候，用力，对对啊，我懂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会一直捏着，对，这样子有用吗？有，那你要站在这边，然后我叫一个一个叫来，然后打一下，是不是？每个上场前我都打一下，真的有用吗？真的有，捏手会，就是高血压的时候，对，然后那突然放松，我会这样子一直捏，对我懂，好，那我捏一下，好，可是你太瘦了，我觉得等下会捏不坏。等下手断掉，我再给他力量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可爱可爱，好。